怎么老有人说自己被封了呢？从来没骂过猴哥，有的时候和弹幕对对象，来，我给你查查啊，我给你查查，你都发了啥弹幕啊？我给你找一找，你也别委屈，一整老这么委屈，咱也受不了。来，我给你看看你的弹幕，你都发过啥？今天不播，10月12号，散了吧。今天真不播，走吧，不播，真的不播。房管群说了啊，说房管群说了，你13级，你在哪儿房管群？你在哪个房管群？你告诉我。欢迎来到英雄联啊，盟。这人，我给他截个图嘛，省得他老这么委屈。12号我们也没不还有播三吧，十秒到那达委战屈场，啥呀？啥也不知道，他委屈啥？你看，那没开播呢，就一个劲儿的在那说不播，你这怎么的？你这行为好了呗？你这个行为很好，是不是，小伙子？你是觉得有人查不着你发什么弹幕是不？AD 狗头，怎么能是 AP 狗头呢？希望是弱者的麻醉药。来个节目深渊大会，哼，我都搞不懂了，你说。封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挺委屈啊，整的挺委屈。哦，我啥也没说呀，我就和那些有的弹幕对对象，老委屈了，整的委屈坏了。让我别吃是不？不吃就不吃。不播都有错了，什么就不播都有错了？我啥时候告诉你不播了？就这么渴望在虚无中散播谣言呗？这不学医，学医推线，不学了。线不划算，慈悲化为火焰。我为啥要扣那个不扣炮车呀？Yeah.
可以推。我操，带着点燃呢，点燃有点烦。龙族怎么带传送啊？啊？你的每一条分岔路都通往火焰。我这打野来了呢，不是打野，辅助。天哪！应该就堵了这颤动。不要试探飞升热的脾气。进阶是什么品？战斗学院吗？啊，不是，未来战士。进阶没有战斗学院皮肤吗？啊，哎呀，加十二。说出来一个不好打狗头的英雄，我都算你厉害。剑姬还能不好打狗头啊？哪有人能打得过剑姬？你要硬玩个猫咪上单，那咱也没办法。你就奶妈他打狗头他也能好打吗？那狗头是啥呀？还有不好打狗头的英雄？
这么渴望在虚无中寻找意义吗？你看他间接是前期打我，我敢吃兵吗？他不让我吃兵，我敢吗？我上去吃兵我就死，我就一个技能 Q。没有任何英雄打狗头打不了，都能打。到六了以后不一定。哈哈呀！我足足在敌人后面。颤抖，哈。甲子巅峰还寡遇上了，信哥别这样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人这个多呀，纯你是纯是害人精啊你。你先锋你不往这儿放，你往这儿放，没错，还行，我自己单吃经验，没事，挺好，我自己单吃。螳螂很贴心的，觉得抢我的塔皮吃不是一件好事，所以他决定让我单吃这个塔皮。救赎只是个空洞的愿望。没事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啊？这啥意思？赵信到底来不来了呀？吓人呢！灭亡之影降临于。不够肉啊，剑尖打人挺疼啊。冰心儿不讲邪乎，野心只是一种妄想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哟，要脱落了，那我不能Q了，我得把这塔皮都吃了。凡人注定无法恒之。
那永恩又没了，又来上了。那怎么还爆针眼呢？压死二，快压死二。老往我上路来呢，好烦啊！生气了。女警什么意思？他们的奔波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群，哪里有眼儿吗？这是。这波我们必须得推下啊，要么就去传回来，我大没好我就不传了，要么就推下，要么传，要么推下，反正我们得做一件事，现在回家可能是不划算。赶紧推下，高地我要了。开大开高地，别让他扣弱点，走了。可以跟他打一打了，他们没回家了，他没回家我就可以打一会儿。
冰心下一件吧。十五比冰心要厉害一点。发芽。别拉挺烦呀，你就减速。团先杀杰拉，快点过来！这怎么掉线了呢？还一个人，我看看啊，人有点多呀。炮车给你了吧，这么一抽，20分钟了，你这扣不达标，达不了标了，对面不爽，不能给你达标了，对面要傻点还行。玩游戏也不要浪，浪两波稍微有点劣势了就开始，要么就老粉丝就要出来了，我不行，我害怕呀，我害怕老粉丝已经要喷我。这我受不了，赵信没完了是吧？啊，你信哥，你信哥的头，你给我哭呗，头挺硬啊，你信哥巴杰拉拉大龙，螳螂最后过来惩戒了一手，你那电脑行不行？不行就算了，别玩了，怎么卡成这样啊？我有船没事儿，1200，我先打个冰心出来。其实也没事儿，有他没他其实也一样，差不了太多。我们现在都已经无敌了，打他们家4-0应该是没啥问题。
啊，路破了，跟你们玩一会儿。我这是怨妇直播间，那哪敢呢？那不是，这是害怕老粉丝忍不住喷我的直播间。绝望，绝望，绝望，绝望！一点掉血，不掉血。老粉丝的事情都过去了，过不去。